这么定，前出认祖归宗。这么一对隐冤鸟，沈老太爷也该知道真相。哎，刘云锦没找到，现在又将舒儿赔了进来。别转了，转得我头晕。你倒是心疼女儿，不看看她如何冤枉我。哎呀，以后终归是一家人，我答应的娶你，便一定做到。 待舒儿出嫁，我就趁此和她娘亲做个了断。算你有良心，不过当务之急，沈千初那丫头是留不得了。放心吧，我自有安排。你早些休息，我先回了。 谁？自你竟神符起，先勾引神符熊逼走二房，怂恿他污蔑囚禁祖母，你侥幸逃脱隐居乡野，你却买通强盗妄图赶尽杀绝，害祖母殒命。小说是弄鬼，我不怕你。等到神符兄老了，你又转而笼络沈文权这个草包，滚出来！可沈文权不堪大用，你的强盗走狗们走成枯骨，沈静书也已经是一枚废纸。别说了，别说了。 你觉得下一个会是谁？还不松手？不松，除非少爷你收回成命。大丈夫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 岂有反悔之理？可少爷，您从来不参与家中的这些生意，突然这样，不就是要和大公子唱对台戏吗？怎么，怕了？是怕跟着我没前途，还是怕你那个大公子啊？还不快去！ 是。哎呀，您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哎，许新北，想哪家姑娘呢你？ 怎么出府了？义秋堂这动静闹得不小，也不安生两天。说来这义秋堂也够阔绰的，韭菜小官身上都揣着这么多钱，那日只想借套衣服，谁知绣带内还有金锭子，改日替我还了吧。可这义秋堂是个什么地方啊？还在冯玉林眼皮子底下耍花招。啰嗦，包袱不要了是吧？哼，你把账册拿来了。 你都等乏了。你这假消息散得全城皆知，现在坊间都在传你要变卖沿河的两处酒楼和画舫，助我重建流云锦制造工坊，作为骗你。谁说这是假消息了？你，沈文权早想除掉我，沈老太爷要是将此事当真，定也不再保我。你如此任性妄为，可有考虑过我的处境？ 我只是想用我徐府门楣，让沈家对你有所忌惮。这样，他们不敢轻易向你下手，也怕你下不了决心。帮你一把。不劳费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等等。
可少爷您从来不参与家中的这些生意，突然这样不就是要和大公子唱对台戏吗？等等，织造司后街有一处私宅，让影七先送你过去避避风头，等我处理。许兴伟，你有你的宏图伟业，我有我的血海深仇，请你不要再干涉我的事。你现在回去等于羊入虎口，如果我现在不回去，岂不是坐实了我做贼心虚？群星逐月楼、映月坊似乎都是在下的产业吧，这地契我若不送给你，怕是卖不成。是他。姑娘，家事复杂，还请离舍地远一些。说说吧，两处酒楼加个画舫，你这是缺多少银子？一旦刘云锦制造技法交出后，沈家定然不会放过他。若要人和锦缎都能保全，只有这个法子了。兄长，伤势恢复得如何了？听说前几日被女子踹了心口。臭小子，跟我挑衅。说起来，这两年倒是很少能见用小男猪做耳饰的人。这刘云锦之事，就当你贪玩，为兄啊不跟你计较。不过还是提醒你安分守己，那个蠢笨的细作就不要再联系了。父亲问过酒楼的事情，帮你应付了。不要再干涉我的事。姑娘，还请离舍地远一些。谢谢你。
这么快就沉不住气了？倒是你，你也在跟踪我。沈大小姐，明明是我又救了你一命。怎么？不是许培渊让你不满意了？许培渊？许培渊为什么会随身携带你的信物？你的镯子是他送的？还有，你接近我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？相信我。原来他就是许培渊啊！三言两语就能让你乱了分寸，还真是厉害啊！看来我要重新考虑合作的对象喽。放开！干什么？喜欢拉拉扯扯了是吧？看我不教训你个邓兔子！疯丫头，你别乱来啊！不行，你先从我身上下来！看住疼吗？下！兵不厌诈的道理都不懂，守住回来。你真的不是他细作？你说呢？那沈家为什么要将你赶尽杀绝？沈老太爷让我认祖归宗，沈文权他……许兴白，你为何对我的事如此好奇？这个人情，以后帮我多加入之位来还。修这个镯子，费了不少是吧？结盟吧，我会助你得到你想要的。谁放的？是老爷月珠差人送来的。月珠，沈文娟，他们就是沈千珠。我真是小瞧了他。老爷呢？我要见老爷。我要见老爷。老太爷有话，管家嬷嬷突发风疾，病重不治，即刻关去乡下庄子静养。我没疯，我要见老爷，沈文娟。我要见老爷，我要见沈文娟。寿辰吉祥啊！好，天赐霞龄，多谢，海无天仇啊！多谢多谢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好嘞，好嘞，好。父亲，您看谁来了？贵客呀！就大概是这个站位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我就。来，先生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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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
壮汉，你叫什么？